以一切众生安乐为自主，或一切众生苦难为其益呀，其忍力不舍众生入灭道，并持大智慧念力四妙观。呀，这些爱大家人更加了解呀，佛陀来人间啊，就是一大殊因缘，为着众生啊，迷啦贪着在人间不断作业，所以一大殊啊，就是来说法，希望人人会当体会佛意。佛陀所讲的语言含义会当了解，不过众生烦恼太重啦，要体会到佛心意义，那实在是真大困难。所以佛陀不得不秉烛慈悲，佛陀的爱众生会当听伊的话，会清楚，会入心，伊一定爱先安众生的心，和众生会当安稳，会当快乐。所以第一行就是爱秉烛，才开始呢来用笔。因为众生这个苦一定爱不得，所以佛陀除了先安众生的心啊，接下来呢都是爱不断啦，让众生会了解人间的苦的来源。希望人人知影苦的来源是安怎来，才不厌其烦啊！希望众生爱走入菩萨道，去体会众生苦，这种苦的来源必定呢爱有感触。也那无，该讲人生是苦从集来，安怎集无了解？所以必定要入群众中去，所以佛陀啊，不断地来向咱说菩萨法，菩萨法一定要入人群，要拨一切众生的苦难，要秉烛云悲啦，一定呢要持忍力啦，不舍众生。不管安怎辛苦，还是同款爱坚持落去啊！所以爱秉持大智慧念力四妙观，这是佛陀来人间啊的一大殊因缘。所以经文的文呢，舍利弗啊，佛见此意啊，便作思量。我为众生之父，应拔其苦难，以无量无边佛智慧乐令其游戏。这种佛甲众生的关系，那就是发出的慧命的关系啊！佛陀呢，是为天下众生啊！要来团圆发出，和咱的慧命众生，所以讲我为众生之父，应拔其苦难啊！应该要呼应的呢，就是无量无边佛感悟智慧的快乐，这是佛陀呢对众生
的心态。今仔日咱阁开始讲吼，舍利弗啊，如来佛祖是念，若我但以心力及智慧力，舍以方便啊，为诸众生赞如来智见，力无所畏者，众生不能以是得度。真无奈哦，佛陀啊，伊成佛了后，就应该呢，要将伊的内心、伊的发出吼，赶紧呢，输送予众生。但是呢，众生的无明太重啊，要爱伊会当接受到这个发出呢，必定爱搁再经过了一段时间，还是同款爱了知众生的心病，所以才为众生呢，爱搁再开方便法。也那无佛陀呢，是直接安尼讲出去，但是呢，众生就是无法度好接受，所以佛陀呢，无法度空中赞叹如来啊，智见啊，力量啊，一切呢无所谓的力量，这种要让众生会当了解，无法度了解，所以呢，如来以大慈悲力发众生苦。佛陀必定呢，爱搁再运用大慈悲迄个耐心耐力啦，伫众生迷途中呢，用心嘛，要安怎样来解脱的？所以要脱众生苦，伊都爱心，互众生呢安心，愿意来相信，来信受。虽然众生已经是接受了，佛陀用三性法，随众生根基。虽然众生是接受了，不过佛陀呢，还是认为众生一定呢，爱接受发出了后，真正家己有迄份呢，迄个智慧，才有法度了脱生死，因为安尼，佛陀希望众生会当究竟解脱，佛呢，才得搁再依然佛祖是念，因为将人痛本怀说真实，四十多年啦，这已经表示着佛陀呢，已经等待四十多年啦，嘛是安尼。循循善诱啊，众生呢，只是敢那安住相信，但是也未当，把迄个真实观呢，会当入心呐。所以佛陀呢，也阁无法度去痛伊的本怀说真实法，这是佛陀的无奈呀、啊，非得是观不可，所以呢。还是继续施宽呐，这因众生根基不堪修啦，所以如来呢还爱不断的作施念，让我但以心力及智慧力，我那安尼直接用这个心力、智慧力吼，这些佛陀。要安怎样？这个心通的力量，甲智慧的力量，会当安尼
度入众生心气呢，佛以彼地思维啦，众生何能体佛意义？众生要安怎样才会当体会到佛陀伊的本怀内心讲出来语言的意思？到底呢？众生的这个根基是不是有法度好体会呢？所以因为安尼，在佛祖系列，这是佛陀的心啊。有当时想起来，真正是真无奈吼。佛啊，对众生作思念，佛作思念，这所做的都是评估众生的根基啦。所以，若我但以心力及智慧力，这个心力呢，心力那会当合上彼此相温，这就亲像讲咱两只手合起来。啊，唯一吼，那安尼力量多大？你做代志，敢那用一只手，甲做会好势呢？一定爱伸出两只手来，那彼此合一啦，安尼甲伊增加起来，更搁较有力量吼。那么心力。的意思就是说合上彼此相温，如双手合二为一，境境有力，心就是妙用不测之意，这是一个真不可思议啊，这个妙用啊，无法度呢去体会啦，这心的意思，力啊，就是通用在定慧中啊。咱这个力量啊，是咱的以心力汇合起来，发挥出来，就亲像讲听法。我讲话，您听到啦。一句话呢？唔只是伫坐伫这个所在的范围听得到，咱透过了科技啊，已经把这个范呢传遍了几个国家咯。刚伫这个时阵，偌济人听得到啊！一种通用自在的力量，真的就是伫天地之间。无有无可能的代志，凡事都是可能。这只爱呢，咱的智慧、定力的来。凡事都是要专心嘛，去发展、去发明、去发展，吼、哦，那使用出来的力量，这种从智慧中啦，从迄个定慧，就是要发明一项代志，迄、那个心嘛要真专注呢，专注就是定力，安尼呢，迄、那个发挥伊的智慧，吼、哦。会当将天地万物啊，种种的功能呢，安尼精炼出来呢，合二为一啊，这种通用自在的心力吼。哦
只是呢用心力，还要用智慧啊，智慧一定爱用秉烛文笔吼，秉持着这个烛啊，为着疼惜天下众生，众生的苦难啊，所以运用呢这份笔的力量，所以叫做笔地吼，所以这是佛。诸佛菩萨必具二种的德行，诸佛菩萨啊，伊必定爱有这个悲智。佛陀的智慧感悟了后的智慧啊，伊呢还是希望咱人人会当启佛的心理，会当对佛陀的本怀讲出来的话，会当启合启佛心地啦。亲像安尼，会当启佛心地的人叫做菩萨，了解呢佛陀。的内心本怀，佛陀为着众生啊，要安住众生啊，希望众生呢，会当用这份了解的心态，安尼呢，合一法来实行这条菩提道，这就是菩萨。所以呢，唯有啦。会当通哦，自动导合啦，就是菩萨依佛的自动，才会当同齐行这条路。所以呢，为诸佛菩萨所具足两种的德哦，伊的本性伊的德。所以定啊讲佛心，心中有佛啊，行中有佛。行如法，这就是菩萨啊，以佛呢自动道合契合起来啦，所以会当听法再转法轮，这叫做悲智二门，必定要有慈悲，必定要有智慧，慈悲智慧呢是佛菩萨呢必具具有，所以地就是上求菩提，是属于自利菩萨。咱要学菩萨道啦，以契合佛的心意啦，咱就要行菩萨道，爱不断的地就是上求菩提，那就是自利。咱求法是自利家己呢，所以。悲呢是下化众生，因为呢不忍众生，还搁伫迷途中啦，所以呢菩萨爱不断呢向上求法，用什么方法来救度众生？众生苦难无痴迷茫，一定呢爱用法度吼，所以这叫做利他。再来下以方便啊，为诸众生赞如来地见力吼。佛陀呢？本来是要甲大家人讲啊，你哪有啊？啊，你嘛是同款啊！你话呢，拢总同款呢，本具佛性啊。不过咱听无，佛陀
感觉人生伫这个中间呐，搁有偌济时间呢？所以为未来的众生，还是爱开启这道门，佛下以方便哦，得赞如来觉性慧海。佛陀在《法华经》这个中间开始呢，就是先跟大家人讲，过去所讲的是方便法，是由机入机啦，适应呢众生的根基。那这当中呢，应该大家人爱了解，也过有更加大的车，会当头助力，也过会当头利他，家己会当到达，别人也会当到位吼。所以呢，伊就一直在称赞如来觉性慧海。如来的觉性，只要咱人人会当契合佛的心意，佛所讲的语义，那会当了解啦。那咱同款也是会当得到这个智慧吼，这个觉性慧海。咱人人本具啊，这呢就是显示体力意见的力量。佛陀就是要甲咱讲这个话啦，这就是智慧的力量啦。这心通智慧，心通呢会当通融通一切吼，啊，而且呢，迄个力量是不可测啦。既然不可测呢，啊，我嘛无法多好讲啊，只好呢，就是大家人爱去了解讲，在咱的生活中，咱的环境中，咱人人拢具有这种不可思议，所以佛陀啊，伊会当用真多的妙法啦，来譬如，所以有无所谓吼，啊，什么叫做无所谓呢？是众生不能了解，所以不能以事得度。因为咱未了解啊，所以呢，无法度得度吼。无所谓力，就是伫咧赞叹佛如来地界的圣妙的境界。这只是呢，随机意义境说。这个境界随佛陀呢，家己的心怀，伊的境界，那讲这个话啦，讲出了讲赞叹佛的境界啦，赞叹呢佛迄个心力、智慧力吼，那是安尼，无用方便法，根本这个众生呢，都无法度去体会佛，不那敢那随伊家己。随机意义的境来说法吼，这些众生是无法度去体会。但是这个佛陀真正要讲的话啦，那就是佛的慈悲平等真实法。佛陀要让咱了解呢，咱来培养慈悲心起来吼，因为这是一个平等真实法。生命拢总是平等，虽然是这复杂，但是是这么这平等的法。这些如来呢，迄、那个圣妙的境界啦，对众生法呢，通纳入了呢，就是一心法吼、哦。这就是佛陀的心境，要和众生了解，无遐尼容易哦吼、哦。那搁再讲。无所谓，就是菩萨到菩萨的境界，以契合佛的心态啦。所以呢，菩萨啊，也已经依佛呢，差不多安怎呢来旋转地界。那咱众生的地界呐，即有当着吼，那何为真空？这是佛。菩萨的境界。
菩萨在这个众生群中啦，伊呢也有法度去旋转啦，这个地界转迷为悟啦，就叫做旋转地界吼，就是转众生迷而执着，那转为真空。这咱也无看开啦，咱常常咱讲，哎呀，看开啦，啊，看开呢。除非要用真空的道理呀，何必计较呢？这就是菩萨的力量吼，伊的智慧呢，有法度呢，已经接近佛啦，所以伊有法度呢，转迷为悟，旋转地界呐，以执有当着，改转为真空，这些菩萨运用的方法吼。令令众生设立在境啦，的慧能啦，也有法度去救拔众生。确实，只要呢，咱若会当舍弃了家己执着的境界啦，那知影众生的苦难，释师讲吼，入去迄个灾难的境界啦，迄个灾难的境界有慧有艰难，但是呢。伊有方法去拔除众生的苦难，这就是无所谓的力量啊！这就是菩萨，所以众生的意境啊，不堪接受，平常的人不堪接受啦，所以呢，不能得度。那是未当接受的人，他连做都无愿意做，连赞叹一句都无愿意哦。这款的众生。哪有法度通得度呢？所以佛陀必定呢，要用种种方法循循善诱啦。因为呢，这个真实法无法度直接甲众生一心，所以因为法不随顺根性吼，无随顺着众生的根性，所以呢，不能利益众生，各位菩萨。真正是法吼，真深奥。要安怎讲到，让大家人会当体会，会当了解，实在是真困难呐。要听法的人呢，也都要真用心，有定力啦，也都要有感触啦，才有法度呢体会到。总共一句，大家人爱心思量，多用心啊。